一看就是马上就要下车了。下车了吗？不下，我只是想看一下那个。你看，那个傻逼，全程都在拿手机玩那么大型的游戏，那么认真，一看就一时半会下不了，肯定要坐到最后一站。 坐立不安，左顾右盼的人就是即将下车的人。哇，这位左顾右盼的太高了，就是他。你都左顾右盼一个多小时了，就是不下车，就是要针对我吗？我就这么好欺负吗？喂，到站了。